姓名龙君，绰号野人，胜率100%。母帝，释放你！这是金翅灵君。人数已经从82亿人锐减到17亿，看来之后遇见强者的概率会越来越高。风轮，他竟然也进入了前1001亿。大比尼是我一手培养出来，他是黑龙山帝国最优秀的天才。这个风轮来自荒神族。荒神族就是那个血统能排进宇宙人类前10的种族。荒神族人以杀戮为乐，被许多组织雇佣为杀手，因此仇家颇多。所以每一个活下来的荒神族人都经过血与火的洗礼。如此高手，可惜没能为我们所用。开盘了，开盘了！天才战最后一天，不朽强者名誉担保，罗峰对战风轮，两个疯子究竟谁输谁赢？时间不多，赶紧下注！还有我！我的罗峰兄弟，1:200的赔率，你也太不被看好了。不过作为兄弟，我拿1亿黑龙币支持你一下。看来关注这场战斗的不少啊，罗峰，你是从此一战成名，还是归于沉寂，全在此意了。这是开赛以来我遇到的最强对手，但若败给他，我的实力会在宇宙高层心目中大打折扣，那么获取宇宙强大势力庇护的策略也就无效了。所以这一战，我只能胜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赶紧开始吧。好。好快。还想用以逸待劳的战术，风轮可不是魔锤。如此战斗容错率太低，不能拖延下去。Thank you.
但足足有82余天才聚集，在陌生的环境还是谨慎行事为好，等练成衍生兵第一重再出手。竟敢对我们前五皇族动手，莫锤，莫锤一定会杀了你。已经是第12波脉轮了，前1001名的位置会暴露给所有参赛者，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连前五宇宙国的皇族都敢招惹，不是疯子就是没脑子。罗峰，莫吹失去手臂已经难以与他抗衡。不，能在82亿参赛者中跻身前1001名，岂会没有点压箱底的招数？罗峰，哼！啊！统治领域，龙星即便拥有领域，果然是万里挑一的天才。罗峰，你这下麻烦了。我的处置领域可以在你脚下模拟出空间的坍缩，形成一个引力场。这个场肉眼不可见，但质量极大，因此你承受的引力将增加100倍。领域也很出色，这块墓地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，还满意吗？墓地风水不错，很适合你。
金角巨兽突破宇宙技术后，我就拥有了金属性领域，如今已达到五重，就让你见识一下在领域加持下剑鱼阵的攻速和力道吧。不可能。击败一个魔锤就能增加300万积分，也就是说他原来的积分有600万，不愧是超级强者。这么近的距离，我竟然毫无察觉。竟然能够击杀魔锤，就算由我风轮来杀。也得花点力气呢。风轮55名，我刚经历大战，以现在的状态迎敌恐无战胜的可能。放心。你现在无法发挥原本的实力，杀了你有点浪费。有趣的猎物要放在最后慢慢折磨，才最让人兴奋。预选赛最后一天我来找你，在这之前你可别死了。风轮吗？人数已经从82亿人锐减到17亿，看来之后遇见强者的概率会越来越高。1001年，但随时有可能被超过，必须继续击败对手才算保险。近地层和高空层区域已基准被清空，得去宇宙层看看。停！此人是罗峰的同伙，他竟然也进入了前1001米，
不知那比尼能不能摆平他。那比尼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，从小就与各类强敌厮杀，接受最严酷的训练，可以说他是黑龙山帝国最优秀的天才。便可入围晋级圈，需再击败一个对手。哼，就是你了。显示他专杀前1001名选手，雷神还有概率生还。预选赛还有一个地球时结束，风轮，你也该现身了吧。我杀的人太多了，您族人是哪位？小心了。与班长入围的强者对战，胜率100%。雷神运气欠佳，罗峰和红可别出差错。好高的击杀效率，罗峰。久等了。
皇，出来与我一战！人才战即将开始，我们必须等到休战期结束后才能继续行动。以你们现在的实力，通过第一阶段的可能性都很低，更别说第二阶段了。欢迎各位参加巅峰天才战，这片繁星就是你的对手，我会成为其中最闪亮的那颗。从浩瀚宇宙脱颖而出的8200个天才当中，我到底能拼杀到什么地步，就让我试试看吧。至少是地球的万倍以上，比界中界还夸张。区面积宽广，但足足有82亿天才聚集，人员密度极大，无论地面或是高空，都不乏高手互相角力的身影。你是第一个！附近有人，快走！在陌生的环境，还是谨慎行事为好。在地图上，不仅标记了参与者的坐标位置，而且还附上了个人排名，上面只排到前1001名。难道说，只有排名最靠前的人会公布坐标？由于人数太多，早期的厮杀会异常激烈，尤其是排名靠前的参与者，更是会成为众矢之的。我先蛰伏起来，专心修炼，等练成衍生兵第一种，实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后，再出手不迟。画面我们小孩子不能看。哇，雷神伯伯上升的好厉害。需要纳比尼出手，罗峰就会自动淘汰。不管你们动用什么手段，都要防止罗峰通过选拔。
整个预选过去了三分之一，虽然我已经基本掌握衍生兵第一重的幻剑式，但接下来要面对的都是从人海中拼杀出来的高手。暖卫，从气息看他们实力很强，与当初的陀雷武相差无几，不过正因为是高手，他们积分相比很高。动手！麻烦跟你们老大说一声，积分我拿走了。想逃？前无皇族的地盘挑衅，他是故意引我来这儿。杀！萧峰他，萧峰他是不是下手太重了？哎呀！老谷呢？在隔壁带娃。老大怎么样了？刷榜呢？哥冲到60000了。30000多了。前1001名会被公布坐标。老大之前应是为了避免过早陷入被围攻的困境而保留了实力。现在冲得这么猛，看来是有了应对策略。不如你们，但这是个看实力的地方。莎莎，罗峰冲进预选排名了。
不愧是我兄弟。罗峰，黑龙山帝国近年来都没有冲进前一千零一名的，我们的突破竟然是靠罗峰，怎么办，外公？通过预选排名的人，坐标都会被公开，一旦被围攻死亡，就会积分减半，极有可能被淘汰。他得罪了前无宇宙国的皇族，未来的路不会好走。我起来了，快跑！怎么？第二波埋伏了，前一千零一名的位置会暴露给所有参赛者，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疯了的家伙，从比赛开始他就把第一世界区东城区的高手几乎屠戮殆尽，因为他来自拉索塔星系，又称蝎虎座星系，所以被称为蝎虎座死神。罗峰遇到他，魔锤暗加罗族，此种族成年后会自动升级为宇宙级，所以几乎没有弱者，而且他们中许多都拥有统治领域，被称为大地的宠儿，难怪他会被前无宇宙国皇室看中。296名，我和他之间相差了100名，现在每相差一名都可能是实力间巨大的鸿沟，我必须小心应对。连前无宇宙国的皇族都敢招惹，不是疯子就是没脑子。
可惜，你只能封到这里了。